我们现在在路中间，然后被羊群给包围了，前面有一大堆羊群挡在我们前面，超可爱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加油站加油，然后这里加油站是自助式的，然后我们这台是加91的油，它这里一公升是317.9，我们加了多少钱？加90。今天加90，然后上次加多少？130左右吧。然后他们这边每一个地区的油价都不一样，所以可以开到比较边边点的地方再加油。如果像是在观光区的地方加油的油价就会比较高一点。我们现在从 National Park 要开往威灵顿的路上了，我们在中间停了一个小镇叫做 Otaki， 然后我们大概开了2.5小时到 Otaki 这边，不止哦。导航是说2.5小时啊，可是我们大概有开了3个小时吧，有是不是？那我们先在这边停留一下，要吃个简单的东西。是，这边也是有一些逛的店这样。嗯，然后他逛的就是有一些运动用品的 Outlet 啊之类的。好，去吃东西啊！我们现在在小镇的一个咖啡店点了一些餐点来吃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派加沙拉，然后还有这个 mac and cheese， 然后还有咖啡跟一个甜点。我们现在吃完午餐之后，然后我们现在来逛一下这个边的 outlet， 还有一些店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准备要大家分开去逛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分开去逛自己想逛的店了。拜。然后它这里也有 icebreaker 的 outlet。好，我们在威灵顿的第一站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博物馆。对，这个 Te Papa 博物馆。Yeah. 然后我们开了大概4个多小时来到威灵顿这里。是的，其实我觉得那边比较好看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逛完这个博物馆之后，在港口这边绕一绕这样。Yeah. 然后它这个城镇没有很大，所以我们大概走一走、逛一逛，然后就会去住的地方这样，然后还有吃东西。这个人来博物馆只想逛礼品店，逛场。好吧，我们现在来到威灵顿这边最有名的博物馆，然后它这个博物馆呢叫做 Te Papa 博物馆，它是毛利语的 Our Place 的意思。Our Place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的宝藏的地方的意思。哦、oh. ，所以它这里就是有一些就是介绍他们的以前的历史啊、毛利人的文化啊等等的东西都会在里面讲。然后它这个博物馆就是在记录他们的历史的演进的过程，这样。在战争，我们还是看到战争，然后很辛苦的打仗，还是打仗。对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很酷的人像，很大。好，看看。而且超仿真的，而且真的好大哦。就是他们的求人员，然后他们有很多就是在战争啊，然后在救治啊的这一些。这算是人像吗？对啦，它比例就是这么大，然后人这么小，这就是我们刚在里面看到的那些，然后就会有几个这种战争的人像这样子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们的纪录片，然后他们把这一些人给他做成像大比例的，对，大比例的。然后在这里还有奇异鸟的标本，奇异鸟就是长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来骑这个他们的车来逛一下市区。下载这个 QR 这个 Flamingo 的 APP， 绑好信用卡之后就可以来骑这个来逛一下市区。我帮你拍。
可以停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也不能停车、欸。哦，他们还是有规定地方。嗯，那我们骑到可以停的地方。红点点是可以停车的地方，那就这边、啊。对啊，那边是。我们在前面。这个黄黄的是的，这条路上就可以了。嗯，那就往前骑就好了。好像可以往前一点，哎、欸，对，好像可以停了。然后拍照，拍一张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在这边，然后它就是要拍照归还这样子，用这个 app 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到他们这边比较热闹的一条人行步道的街，叫做 Cuba Street。那我们来这里逛逛，然后他在周末或者是假日的时候，这里会有 night market。会来这里吃晚餐，然后我们本来找了这一家 Wildfire， 然后他就没有开，今天礼拜一他没有开，可是他在 Google Map 上面是写有开的，结果他这里写今天没有开。然后我们来威灵顿的晚餐吃这间 Winner Winner， 因为我们刚去了两间都没有开。噔噔，它这边的餐点就是有这个沙拉，然后有一些蛋糕，然后还有我们点了一些鸡翅跟烤鸡。我们点了半只鸡跟沙拉，然后还有炸蘑菇跟薯条。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当然就是祝我赶快早日找到爱我、疼我、照顾我、保护我的。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大家都开心。好，第三个存起来。好，开吃甜点，好吃吗？我觉得还蛮浓郁的巧克力。嗯，然后它这一个是花生酱。嗯，你要做花生酱也有点不像，不太像。它有稍微调理过，不是真的就是花生酱。好呀，就是甜点的。好，那我们还车之前来加油，然后加满还车，然后最后一次加油是 69.76， 加完油再去里面付钱。我们现在把在威灵顿的机场，然后把我们租的车子还了之后，今天晚上住在威灵顿机场里面的饭店。走喽，我们去住机场里面的饭店了。没住过机场的饭店、欸、对啊，好特别、哦、而且机场晚上还很多人。这里往这里上去，看看走路哇，机场的住宿到了。哇，我的行李好重啊。机场的住宿到了，这就是前面那边的啦，三个女生的自助旅行。三个女生的自助旅行，那就很辛苦。机场还有这个脚踏车的摆设，哎，超酷的。走进来这里面就有一个 lounge， 然后有一些吃的，然后跟住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 check in。辛苦的三个女生在这里自己搬行李。是我的房间啊，拿行李真的是很辛苦。啊，这房间很大哎。因为我们的房间就是有两个单人床，然后它这一个沙发床，然后这边有可以置物的空间，然后还有一个干净的厕所，干净的厕所，干湿分离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来晃夜间的威灵顿机场。第一次这么晚来晃机场了。现在几点？快要11点了。对啊，就是没住过机场，想说难得在机场这么晚在机场晃哎、欸。对啊，那我们就穿着我们的睡衣出来。也还不到睡衣吧，机场穿搭、啊，运动服。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逛这个机场，我们可以慢慢逛机场。然后现在都没有人。呀，看看这边的机场有什么东西。嗯哼，哇，还有这个哎、欸，装置艺术。威灵顿它这边算是一个艺术的
一个城镇，所以它在机场这里也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在这边。这里有老鹰，还有那个就是什么，也是老鹰。老鹰啊，好酷啊！好，那我们住的机场的饭店楼下就是有一个酒吧，那就在 check in 柜台旁边。可是现在11:00多，所以已经没有开了，关门了。那如果早一点的话，就准备这里喝一杯酒。